哦，桅杆都还要用那个吊车来做来吊，像中间的离弓放上去，还要启动另外一台起重机啊，有一个那个吊轮上去，它装那个离弓在正中间，大桅杆的上看的话，它的桅杆有跟正中间那个船头，现在第三只比较小，是船尾有大中小三只。不一样，上面的厅有，前面好像是戴天巡狩，哎，后面是妈祖的，神明厅啊，柳营戴天殿，你看这个吊人，要是人坐在上面，人站在上面，然后要上去正中间大桅杆上装那个礼仪工。离宫是王船的大王，就是我们的大王。哦，那来的毛红船呢？啊，来的毛红船呢？哦，啊，来毛红船呢？哦，那天巡狩了。